若是有人欺负你，就告诉夫子，夫子若是不敢回来告诉我，我替你出气去。知道了，我这是去进学，又不是去土匪窝。拐过街角，就见立峰等在家门口，他身边还放着两大捆柴火。立哥，我今天不忙，就想着给你们扛些柴送过来。真是太好，我今天还打算和魏战去土地庙那砍柴呢，没想到你就送过来了。立峰轻车熟路地把柴火放入柴房。立哥，中午在这吃吧，我昨天做的卤肉今天还剩些，你也尝尝。那当然好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饭了。最不喜欢立峰这表情，总感觉他笑容下还藏着什么东西，让人看不清摸不透，还总喜欢往福英身边凑，烦死了。立峰一来就把厨房烧火的活霸占了，看他们忙里忙外有说有笑，他倒像个外人一样等着吃就行，他不喜欢这个感觉，也不喜欢他们相处的模式。魏战把餐桌放到院子，今天咱们在外面吃。我去，有我在怎么能让表弟去干活。听听这话说的跟在自己家似的，想鸠占鹊巢想得美。我去吧，来者是客，怎么能让你一直干活。让他去就行，小孩子要多锻炼。饭桌上福音给立峰加了好几块卤肉。好吃吗？你做的菜一直都没让我失望过。喜欢吃你就多吃点。表弟若是不舒服就喝点水。福音知道魏战老毛病犯了啊。魏战意图被人识破，哪还好意思张口让他喂、怎么就拿走了？福音看出他眼里的急切，忍着笑意加了块辣椒递到他的嘴边，魏战张口吞了进去，等反应过来时已被辣得满脸通红，吐也不是咽也不是。立峰看着他们互动，眼里多了一丝落寞。午饭过后，魏战一个人蹲在井边洗碗。怎么现在不抢着帮我干活了，就知道围着福英转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还继续卖竹蜻蜓吗？不卖了，我打算去街上摆摊，做些吃食售卖。做什么？是今天吃的卤肉吗？不做那个，我打算做关东煮。福英简单的介绍了下关东煮。听得还不错，属于小本经营，正适合现在的你。你和我一起干吧，挣到的钱咱们对半批怎么样？行，那就试试看。关东煮就在两人言谈之中敲定。水牛最近在做什么？他还在变篮子卖。你帮我问问他，他可否每两天给我送捆干柴来，按你拿的量为准，一次十文钱。我给你送就是了，选他做什么？你还要和我一起做生意，哪有时间砍柴？那我问问他，应该能同意，卖柴可比他编篮子省事多了。别耽误他正经工作，只是让他卖篮子的时候顺便带过来就行。知道了，我会转达的。下午石立峰离开小院，去准备关东煮所需要的东西。你们聊什么？聊这么长时间？说挣钱的事情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把买回来的书翻看了一下，明天就要上学了，还不知道讲什么，就都大体看了看。你怎么这么优秀？走，咱们进屋去。魏战被他搂得一个踉跄，差点没站稳。登徒子总是毛毛躁躁，动手动脚真烦人。手却不自觉地搭在福音的腰上，哥俩好的架势进了屋子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给你做个书包。不用麻烦，我抱着书去就行。那怎么行？有书包行走方便，再说你总不能抱着碗筷到处走吧。大概半盏茶的时间，福音把手里捡好的布料拼接在一起，一个小书包就显了原形。到你了，按照我拼的这个形状缝上它。你才是真的优秀啊。两个小小的身形靠拢在一起，福音不停指挥，弄得魏战手忙脚乱，直到深夜小小书包才做成功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方便？确实很方便，还很轻，不像书盒那么重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两人吃了早饭，很快到了青松书院。若是有人欺负你，就告诉夫子，夫子若是不敢回来告诉我，我替你出气去。想想好像不太对。若是有人打你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，别在那傻傻的挨揍知道不？还有，不要让任何人脱你的衣服，尤其是裤子，夫子都不行，不能让任何人亲你。还有，知道了，我这是去进学，又不是去土匪窝。
那你进去吧，中午吃饭早点去食堂，去晚了会饿肚子。魏战一个踉跄，差点没摔倒，刚想挥手示意自己知道了，旁边就传来一道嘲笑的声音。哪来的土包子，就知道吃。哪来的可怜虫，竟然没有亲人送，哼。没想到这土包子直接对他废气管了，他哪里受过这气，一把拿过小厮手里的书盒，快步追了上去。齐齐阁进了学院门才发现那土包子早不见了踪影，书盒被他甩到桌上，发出咚的一声，吓得其他同学齐齐看向他。看什么看？就在他发火时，夫子领着个男孩走了进来。土包子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夫子刚要介绍魏战，话就被齐齐阁一声怒吼给震了回去。齐齐阁，你在做什么？给我坐下。齐齐阁倒没和夫子对着干，憋着一股气生硬地坐回位置，双眼死死盯住魏战。他叫魏战，以后和你们一起学习要相互帮助，不许打架斗殴，你去那空位坐着。福音送完魏战就开始准备关东主的食材。福音，我来了，你开下门。来了。立峰弄来了一台手推车，推车上放着些木炭。可以呀，这么短的时间你能弄来这些东西。废旧市场淘来的，你在做什么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想做些鱼丸，正好你力气大，帮我把鱼肉摔大摔大。怎么没看见魏战？他今天去书院上学了。你送他去书院了？他很聪明，学东西又快，不上学可惜了。真是让人嫉妒。一个个白滚滚的鱼丸漂浮起来，福音随手用筷子扎了个鱼丸递给立峰。尝尝好吃不？立峰被眼前突然出现的鱼丸弄得有些呆愣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想什么呢？快尝尝鲜。立峰无意识地放入口中咀嚼，直到听见福音询问好吃不，才回过神来。好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这个鱼丸的味道有些不一样。一会做底料会有些呛。没事。立峰抬头，他眼里映照着自己，突然觉得两人如此下去该多好。